大家好，我是高茂彤，我是来自于香蕉娱乐的 Popping 少年，还有巨型忙内。我呢，身高187.5，体重70千克，特长呢就是整个人都特别强。虽然是特长，但是也给我带来人生中必不可少的烦恼。比如说是在洗澡的时候经常会撞到头，过安检的时候也会撞到头。其实最让我害怕的是很容易得心脏病，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事情。但是真正影响到我职业生涯的就是这个了。别人一个动作要做0.5秒，而我就要做到0.75秒，但是我有努力的去消除这0.25秒。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成果吧。我已经训练了7139个小时，所以我在这里求求各位多多帮我投票，那我就谢谢你们了。